一撚死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咁啊，今日當然即係有咁啊跑馬啦嚇。咁啊，尋日咁啊，我都有即係同大家話分享下我啲即係我會投點樣投注咁啊。不過啊，我話大家唔好跟我啦，咁我呢啲唔叻嘅。咁啊，四場國際賽咁啊，第一場香港平咁啊，我得一隻咁啊熱心咁啊跑到係即係佢投三甲咁，當然佢輸錢啦嚇。咁啊，第五場咁啊呢個短途錦標。嗱，金鑽貴人咁啊就中咗福日啊，就跑第三。因為我就係買咁啊連人，即係你知佢哋熱噶嘛，就我買位置 Q 咁啊，所以都係輸咗啊咁啊。咁啊，本來咧我都買咗單 T 一二五嘅，咁啊，但係佢即係最尾啊加多隻九號仔，咁啊一二五咁啊投四隻，有三隻都係，不過就唔係投即係做唔到單 T 啦。咁啊，所以爭啲啲，爭啲啲啊。咁啊個即係。連贏啦，咁啊同埋個單 T 都爭啲啲啊，因為我話一二五啊嘛，啊咁啊，但係不過跑只九號啊，幸運有你，咁啊就排第二，咁啊我估唉，咁啊都輸錢㗎啦今日啊，啊點知跑到第七場有好消息喎，咁啊金春六十咁啊同埋回兩村雖然跑唔到連贏，但都跑進位置 Q， 咁啊位置 Q 咁啊即係一打十三，咁啊都派咁啊差一個半，咁啊都即係有翻啲渣拿收翻啲本先，收翻之前輸咗啲本先啊。去到第八場就正啦，咁啊，尋日我話喂，咁啊一二五啦，啊盧森堡浪漫勇士，咁啊磅礴無比，結果呢三隻咁啊就二一五啦，就跑咗頭三格，咁啊中咗單 T 啊，咁啊都即係收翻三百幾蚊，咁啊所以今日都賺咗三百幾蚊啊，咁啊都算係咁啊，咁啊好彩第八場啦，哇剩翻到單 T 啊，咁啊尋日話一二五就呢三隻啊。啊，唔知大家今日啦，咁啊跑啊嘛，有冇收获啦吓？